环球网7月19日报道，有台媒透露，美军一架 C-130 军机19日中午12时14分降落桃园机场，停放在615接驳停机坪。期间，地勤人员卸载一些装在木箱内的货品，也装在红色帆布袋子，货品内容不明。这架从菲律宾马尼拉起飞的 C-130 军机，机身上没有明显的美军涂装，一说是归类为美军民用版 C-130。降落桃园机场后，地勤作业由长荣航勤人员支援，除了装卸货物之外，并为飞机加油。据悉，这架美军 C-130 军机为美国在台协会的包机，装卸货物属于外交邮袋的范畴，不需要向台海关申报通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7月15日上午，一架美军 C-146A 行政专机从冲绳飞抵台北松山机场，短暂停留34分钟后起飞离去。外传该专机任务是交付包裹给美国在台协会。对于美 C-146A 行政专机短暂停留，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明确指出，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，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。吴谦强调，我们正告美方切勿玩火，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，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，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。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，不要误判形势，引狼入室，铤而走险，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，只会把台湾带向危险境地。中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。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态势，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。就在15日当天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表示，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，坚决维护主权安全。我们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停止任何挑衅。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聚统，是把台湾老百姓引向灾难，其图谋必遭失败。